恭喜恭喜阿如香在第三环节的比拼中胜出。学习汉语给了我真诚自己的勇气。大家好，我叫阿如香，来自位于中亚的美丽国家哈萨克斯坦，这是我心中的唯一故乡。我是亚洲的冠军。我从小的时候很喜欢花木兰的动画片，然后我爸爸非常喜欢成龙的电影，我弟弟喜欢李小龙的电影，所以我的家人都喜欢中国的文化，所以中国文化的魅力是我选择学习汉语的原因。四年学习汉语虽然只是不太长时间，但是我越多了解中国文化知识，所以现在我更加喜欢中国的文化，中国的历史。汉语为我打开了很多新世界的大门，在汉语比赛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们，我们友好交往，互相学习，我们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们。参加汉语之前我没想过我成为30强，但是现在我是5强，所以我知道了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，如果你努力你都可以。我的梦想是继续学习中文，学好汉语的时候我想教我的哈萨克斯坦的年轻人，让他们也喜欢中国的历史和文化。